是见佛陀的独生本怀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佛子此菩萨摩诃萨为利益众生共世间机义每不该惜。佛菩萨要想利益众生，随顺众生，实现同事舍呀很难呢，实现同事很重要。那众生有种种的机义，就像咱们现在吧，咱们盖一个楼房，盖一个佛堂，有木工，还有水泥工，还有设计的工程师，那你要想度这批人，你也得会这一套，是吧？你没有这个技术，你怎么能实现跟他同事啊？不愿同事，你怎么跟他打块堆啊？打不到堆堆啊？或者实际上讲的文字，讲的善巧，文字书法，你也得有文字，你也得算数，就是数学了。这咱普通说菩萨要学习五明法，那么以下呢就是所谓文字、算术、图书、印写、地水火、地水风火风种种诸论，显著通达。地大、水大、火大、风大，图书印写了，印写就印章啊，印章出来的，图书就文字了啊。图画啊，文字都可以，这样通达，都通达叫什么？你得知道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什么？先明因，明因。完了，再明白这些事项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因明，因明。菩萨道一切都通达，图书印写地水火风种种种论显皆通达。明因叫因明，通达了就明白道理了，明了因了，就懂得它的来源，从他知道它的来源了，就明白他的道理了。这里头包括种种的言论，种种的言论，种种论，论的当中有言论，有上论，有争论，有毁谤论，有顺正论，有教导论，种类非常之多。地水火风是在争论当中各个的嫉妒不同，就是很多都是邪见，顺着世间的外道，顺着这世间的外道，为地为因，都从大地生起的。大地怎么生成的，怎么解决的，是以微尘。
随风二仙外道，随跟风两种仙人，这种外道是以风为风水作为阴，风水为阴，世界呢是水成的，水成的是风轮在底下，谁持着水呢？是风轮持的。四火外道，以火为引，就是火能成熟一切，一切世界啊是火成就的，是指着火的外道是这样说的。土属印玺，这就是上论，上论啊，世间所闻，土属以土属为正。所有这里头所有的事，所有的道理显现是记宗的，是妄障。妄障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记父四宗障，记父跟四宗障，妄障因为四而成的，四因为宗障而起的。闻着一种方法，闻着一种方法，要了解它，了解它这个方法是做是不做，是以做是为做，是应做不应做，这叫业宗障。这一段是清凉国师这样说的，我念的是注解啊，不是经文，就解释这个土属印玺地水火风种种论衔接通道，从土属都衔接通道。我再一次句话定为阴明，怎么样能通达的？刚才我念到这些是通达意，这种种的言论，那是上崇拜的意思啊。说这个论点论调很好，都崇拜。那争执有争执的，或者毁谤的，或者顺那个道理论调的，这里头，这个里头种种的这个里头。印玺啊，就是皇上所用那个国的印玺，那叫玉印，国玺啊，这叫玉玺啊。每个皇上盖上皇上的印，通告天下，叫这个印呢、啊，是真正是皇上下的旨意，那叫玺。咱一般的图章，那叫印，那叫印，那是过去的专制的。国王有这种的，是随着时间来解释这种道理，这叫图书的，图书就是图画啊，书是书文呐、啊，编的书啊，说的论呐、啊，讲一切诸法的因明，这六道这个六度的，就是。这个是阴明，是在咱们三论中的宗论所具的，他所具的有十种，这种讲起来很浮泛了，很多了啊，咱不讲的，我只是把这个图书地水火风种种宗论显接通道，六七岁大家要研究自己看做解释，这个很长的啊，所以要只是这一名啊，说一名啊，比下课很多。说医药，医药名，药方子。你要抓药得有方子，方子医生给你看过呀，药方是医生看的。医生给你看过脉，开过方子，这叫医方名。人们四大都不调，是吧？
人生是地水火风四大和合的。他那骨头啊，骨头住骨头不和呀，啊，气血不调啊，啊，气血属于水分的，火水大，发高烧啊，啊，火力不足啊，那叫火大。地大呢，骨头啊、肌肉啊、筋呐、啊，这些不调呢。就属于地呀、啊，说地大啊，这些四大不调了，种种病生，种种病障，这个《清凉书钞》里头说，瘀且的《瘀且论》说，一方明有四种，一者。问闻问切是对于病相的三窍，医生先问问你还什么病了，别完了针针脉，完了看看你的气色，完了最后时候再把把脉吧，望望你的气色，闻闻闻你这身体的气息。完了，问你自己说，切，切呢就是切脉，好好脉。是中医是这样的，西医呢拿听诊器给你到处听一听，这都是医是这个医定的时候医方的三窍。好医生。能给你判断你病在什么方，现在科学家啊给你复制啊给你照个相片啊，把你身上病都照出来了，心肝脾胃肾哪一经给你照出来了，嗯、但是这个医生啊是四线的医疗，只针治你的身体的病，你心还有病呢，心还有病呢，心病那就靠我们佛所说的方法来治疗，世间病还是佛法的，佛所治疗的病是再不复发了，就贪嗔痴啊，贪嗔痴的病啊，但是这个在于世间的方药，先开方子后吃药，而医疗治你的癫狂啊、肝消啊、鬼魅啊、蛊毒啊，悉能除断。就是病啊，文笔、战容、歌舞、皆嬉乐、嬉笑、谈说，悉善其事，果成。春夜观灾远远泉流坡地花草树花药繁琐不列闲得其意，这属于园林学啊，这园林学，金人莫尼珍珠琉璃罗贝碧玉珊瑚等长悉知其数，这些个藏在地下或者藏到海里，究竟藏在什么处都能知道的藏的处所，现在到海里采珊瑚，大家看电视上都看到了，那海底下珊瑚树，那现在取珊瑚很容易了，那其他的珠宝呢，玉是藏在石头里头的，石头里头取珠宝呢，像我们现在在石头里取的石棉，还有那个珠片，很多都知道它藏，都是那这些个珠宝的处所。除以四人，就是在他的处所把这宝贝拿出来。
给人家看，就是这样意思啊。日月星雪渺明地震都能知道，夜梦虚星神像的修旧显散观察一无所谬。后面画画啊书法呀，它属于工小明，是工艺，属于工艺。文笔赞叹呢，就是做的文章了，书写呀，算计呀，度量衡啊，现在印刷术很发达，这都属于印书里头所说的。唱歌弹琴，这叫属于音药工业，音药工业。但是所有这里都含着忧伤悲恼，一些障碍，学习当中的障碍。这个忧伤悲恼的可不在这个工艺里头了，这工艺没办法治疗。怎样把忧恼除掉啊？啊，弹弹琴呢，唱唱歌啊，那暂时忘了，除掉是除不掉的啊。说例如说烦恼了，歌唱段歌，说那样暂时消失了，那唱完了呢，烦恼又来了。乃至于草木、菜蔬、花果，这属于园林的了。这菜谱的了，这是农业的工业，农业的工业，还有现代建筑楼房，建筑厂房，这是工业的工业，天文，日月星辰，日月星辰，这属于咱们古来叫占相的工业，但是讷音所有感的讷果是对子工业了，这工业是佛教的，是吧？讷音感你的做讷梦，又有凶事现前，天象变幻，日月星辰都变幻，观天象知修旧，像诸葛亮就学这套啊，他讲五曜七旬二十八穴，就是上知天文，现在地震经常发生，下知地理，就是地震怎么来的。若那梦夜梦休旧，是人这事儿了，人中的文化啊，渺小的名，你像乌鸦的叫啊，他给你报伤来了，他报吉来了。这不人一般的认为喜小叫吉祥，乌鸦叫就是苦难。这个地区不同，印度呢喜小叫都非常讨厌，叽叽喳喳的，而是非多得很，乌鸦叫他又很喜欢了。什么中国呢，如果你一开门找去，乌鸦冲你叫几声，哈，因为这大凶啊，不吉祥。这个是没有标准的，我做个噩梦，这噩梦恰恰是相反的，梦见死人是活，梦见活人可是死，这是相反的，这是人情，是人中的文化，是要上知三才，下知地理，一卜形象是占相的工业。他给你报出来部分的讷音讷障，过去所做的祸造的业，今生外现吉凶，就是说你过去造的讷业，乃至日月星辰东方啊太岁啊，说这些个西方叫太白啊，东方叫太岁啊，
不过这个秦兰国子收集还很多啊。这个咱们不讲它了，这段很长的啊。总的说来，工业有六种：和合工业、咒术工业、商贾工业、成就工业、防邪工业、死亡工业。那么的，在这些个菩萨都要学。总的说是五名，五种名：一方名、公巧名、阴名、内名、外名啊，阴名啊，都叫名。这都叫眼，叫眼，它叫眼业，眼业。有五种眼业。这五种眼业里头是指内教说的啊，不是持戒。持戒的指什么呢？是破戒的眼业，如禅，是贪欲眼、神通，至邪归一眼，不是归一三宝啊。邪鬼归邪教的，四呢是无量，是妄行功德，所做的功德呀是眼业，是虚妄的，像祠堂啊、杀生啊、祭祀啊，是对祠堂纪念先人，杀畜生啊，有的地方少数民族杀人呢、拿人来祭奠呢。说治这个妄行功德眼，杀生的死当眼，还有治这个四无色定，治你这个修懈脱眼，说持戒入禅，神通无量，事无色等。这刚才解释就这几句话，持戒入禅，神通无量，事无色，是五种眼业。即一切世间之事，但以众生不为损恼，为离故显息开始，见令难住，无上不法。这后头总说，所有这些个工业，讲这些个，都是使他们这五地菩萨学这个。五名，最后这一名啊，叫内名。文字不多，文字几句话，但是使众生能够从法上理解这些个是大菩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遇到种种的缘，遇到种种的众生。所以南圣的含义就是指第五地的菩萨住在南圣地，以他的愿力来对治这些个度这些众生。以下呢就是翻过来，就是说南圣的菩萨因此利益众生故，加他的愿力能够见到很多佛，得见诸佛。佛则菩萨住世南圣地，以愿力故得见多佛。所谓见多百佛、多千佛、见多百千佛，乃至见多百千亿诺由陀佛，就是咱们总说吧，见着无量佛啊，见着无量佛。都能够恭敬尊重诚实供养，见这个百千亿诺由陀诸佛，每位佛
都能供养，供养衣服，供养饮食，供养汤药，一切之生生活所能够需要的，资助你生活的，歇以奉祀，都拿来供养。不仅供养诸佛，还也供养一切众生。佛都有弟子，佛的弟子就是一切众生。那这第五难胜地的菩萨供养无量佛，还供养无量众生，以此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回向无上正无上正等正觉。供养佛还要听法，就是供佛闻法，与诸佛所呀恭敬听法，听佛所说法。闻了法呢，领纳于心，持之不舍，就是闻以受持，受就是领纳于心，持而不舍。就是依着法去修行，依着去法，照佛所教授去做，去做就是修行。佛以诸佛法众而者出家，或者闻了法之后脱俗了出家了，那除了家了更能闻法，除了家之后就更闻法，那闻法得到脱了泥，怎么含义脱了泥含义种词种一切法，持无量义，这个成为闻此法师，闻了法而持受，持就受此持受，这样子住持地众经百劫，或者经到一千劫，乃至无量百千亿诺由多劫。这个劫呢，劫一印的话叫劫波，或者中国话就十分，十分是最长者，最长者啊，是什么？劫波是最长的时候。那么刹那，劫波是最长，刹那是最短。这是指长劫说的，经有千劫，乃至无量百千亿诺陀劫。把这文法出家修行这个善根呢，磨练磨练，就像真金砗磲，砗磲是七宝当中一种啊，砗磲玛瑙珍珠琥珀啊，真金大家都知道了，砗磲就是白颜色的啊，砗磲是白颜色的。把它磨练更能放光，更能清净。此地菩萨所有的善根，南圣地的菩萨所有文法的善根，修道的善根，立生的善根，也是以佛入世，也是这样的，以方便善巧慧思维观察转更明净，佛子菩萨住持南圣地了，以方便自成就的功德下地善根所不能及。其实第五地啊，下地只是四地啊，三地啊，二地啊，一地啊，那些个善根达不到第五地所不能及，就是上地下地不知上帝事，经藏菩萨打个比喻说，佛子
对着谢多月菩萨说的，说佛子啊，如日月星辰宫殿光明风力所持，不可主幻。日月星辰宫殿光明靠什么来支持它？风的力量，就是风轮呢、啊、风轮来支持的，不是不会煮坏的。而这个风，这个风力，这个风轮不是鱼风所能行动的，跟那其他的摩索的刮风啊，跟那个风啊的力量不等。和此地的菩萨啊，以夫入室，不是余地的菩萨所能行动的，他以方便字随着观察，不可主幻，以犯一切声闻独觉世间善根所能行动，这个都很好懂了。此菩萨十波罗蜜，换句话讲十波罗蜜啊，十波罗蜜中，以禅波罗蜜偏多，其他九个波罗蜜呢，不是不修，随分，主要是修禅波罗蜜，以禅定为主，禅定为主。佛子啊，什么料说菩萨摩诃萨，地无难生地。那么。对五地的菩萨开始了，从五地菩萨以上的六地七地八到十地功巧明，刚才咱们讲那个这是很复杂的，随顺度众生的功巧明，就是五明菩萨专玄学五明啊。五明主要是讲阴明的，阴明的这都有五部论呢，阴明论呢，但有阴明论呢，说地无难生地啊。菩萨住此地，到了第五地难生地的菩萨，他到了天上人间利益众生，他的化身呢，多做斗帅天王，斗帅托的天王，到斗帅托天。是第四天呢、啊，到第四天，到多色天王做什么？以此天王来利众众生，与众众生所作自在。五地菩萨四仙到天上，斗率天做天王，来利益众生，摧伏外道邪见，能令众生住十地众。十地呢，就是真如理地啊，叫十地十相，十相也叫一真法界。布施、耐语、力行、同事入世一切住所作业，皆不离念佛。行布施、行耐语、行力行、行同事。理众生的时候，他所作于乐于利于众生的事情的时候，都不离念佛。换句说，翻过来说，念佛具足了，不施耐于利行同时，做不施耐于利行，利他的行同时。不离开念佛，不死念佛，还念法，还念僧，就是做布施耐于利行，不离开三宝。乃至不离念具足一切种，一切自字，一切种是佛种啊。佛种性，同时又这样关照自己，就做由做四念，我当与众生中
在一切大众众生中以我为首，因为我是头，我是众生的头，在众生中中我是圣，圣者乃是殊胜，在众生中我是微妙的，我是很妙的，为上为无上，乃至为一切自自一直者。第五地菩萨他利益众生时候，他说我是一切众生的一直，也就是五地菩萨他就代表佛，就这个含义啊，一切自自一直者，以我为上，以我为殊上，以我为无上，以我为一子者。此菩萨要发勤精进，发勤精进，勇猛精进，于念穷，就是一念间作意了，一作意之间啊，就一念得千亿三昧，见千亿佛，入千亿佛的神力，能动千亿佛世界，乃至四现千亿身，一一身四现千亿菩萨以为眷属。他的眷属有好多呢，以千亿菩萨为眷属。要以菩萨殊胜的愿力自在实现，过于此数，还不仅此数，菩萨的殊胜的愿力啊，他的自现的神力啊，过于此数。上的这个数字并不是炫耀，还要超过它。百劫千劫百千亿诺陀不知数字，你这么长时间数这个数数不清楚的。第五地菩萨正得第五地菩萨，他的愿力就有这么大，就能够实现，而且自在实现，能在百劫千劫的经过很长的时间利益众生。而是金刚藏菩萨以从玄其意而说颂言：菩萨四地已清净，菩萨呀在四地上已经清净了，就是四地已经圆满了。四地四位三世佛平等观立了，这观想了，他就观到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平等平等，此界的心没有怀疑，此界心没有怀疑，不怀疑道非道，就是观下一些众生非道的乃至没有入道的不怀疑了，不怀疑戒心一切法即是菩提道，这就是广大入法界究竟入虚空，没有非道，没有道，道非道，皆此一个戒心。戒心这个心就是法界心，你戒心入法地，因为这个界限是指啊，二地的菩萨离垢地持戒殊胜，到二地已经得到界限了啊，界限到五地菩萨，那就到四地菩萨更增胜了，更增胜了，是往前说的。现在观察已经入了第五地了，第五地了啊，这前头的四地都是清净了，三地一切都平等了，二地的离垢地了，那就不怀疑道非道的，一切都是持戒的戒心。念处为功，根立见，
四面处，五根五力，这就是弓箭。弓箭意思是对毒害都能把它消失射尽。五根五力，四正禽为马、神竹、车。四正禽呢，就是我们骑的神马、神竹的马，驾所驾的车。武力呢，就心念念念坏，心念为生根，就是五根，他以念处为根，以四正禽为马，拉的车，五根五力，心念念念坏，这是披这个坚固铠破原敌，戎电不退入吴地，从四地入吴地。惭愧为一绝分慢，以惭愧做他的所有的衣服，以七绝志为他的璎珞庄严，境界为香，禅为涂香，智慧方便妙庄严，如种子林的三昧园，如意文珠正念显正念经，慈悲为眼，智慧牙，牙都是智慧的，眼睛是慈悲的。人中狮子无能吼，破烦恼愿入无地。在这几个寄送啊，赞叹从四地又升了一级，升了五地了。这是赞叹四地的所赠的果位。菩萨住此第五地，转修圣上清净道，自修佛法不退转，思念慈悲无厌倦，极具福智圣功德，精进方便观上帝，佛力所见具念会，就是从第五地要向前进。要晋升第六地，这是第五地所修行的菩萨住在的五地，还要转求上帝，佛性第六地晋升。了知四地皆入时，善知四地胜于地，相地差别成立体，四地生尽即道体，乃至如来无奈体。如是观地虽为妙，未得无奈圣解脱，以此能生大功德，实无超过世间字。赞叹第五地的啊，第五地的所证得的。即观地也，只有为体性虚伪无坚实，得佛慈悯方光明分，为利众生求佛智。观住有为前后记，无名黑难受禅法。流转迟回苦聚中，无能无人无寿命，奈取为因受来苦，欲求边际不可得。想找个受苦的边际，说奈取受苦，他的边际在什么地方？不可得。迷妄漂流无返期，此等可悯我应度。这说这个众生啊，从耐有到受苦，求边际不可得，因为他迷了，找迷的边际，找无明的边际不可得，漂流没有回来的日子，无返期。而这一等众生，可悯，我应当度他们，奈何飘转不暇观。苦怀沦陷却明道，不是只以勤精进，所作皆为度众生啊！而这一切事业呀，以智慧清净的明镜，要化导众生。咱们前头讲化导众生勤方便，这就是化导众生的勤方便。观一切有为法，寄送里头就是。观一切有为法，全是虚妄的。
因此就起慈悲心，用大悲心观察上头这个偈颂所说的话，都是缘缘感召的寄来的苦果，由缘所寄聚来的苦果。但是呢，下半句就拔他们的苦难了，有半句颂啊，有半句颂。如是勤修矣，所作皆为度众生，这是大慈悲观念，就以慈悲来度众生。名为有念有慧者，乃至觉解方便者，习行辅自无厌主，恭敬多为不疲倦。说此地菩萨要求多闻，从来不疲倦，多闻法过，就是利益众生的觉解方便。国土向好皆庄严，国土是指医报，向好是指佛的正报，修行正报。不是一切呀，医报的庄严为了摄受众生，正报的相好为了度众生，如是一切都是为了众生。依报正报的庄严相好是为了度一些众生。我欲教化诸世间善知书数印等法，这是五明，说五地菩萨实现五明菩萨啊，说善知书数印等法，以赴善解诸方要。要医起医药，我们医方明，治疗重病心灵月，闻此歌舞皆巧妙，功在原地心难闻。五明菩萨这就是公义明啊，公义明保障非议事显示人利无量众生垢，是吧？所有这五明的含藏的宝藏，五明最重要的是要因明啊，是重要因明啊，保障不是以显现给一些众生，利益无量众生故，日月星许地震动，天的变化，大地的变化，乃至每个人身相的变化，都观察他了，观察。四禅五塞即神通，四三天五塞界天。都是神通力所化现的，我一世间皆显示。五地菩萨有这个力量啊！智者住此南圣地，供养有佛以问以听法，供养诺由托祝佛，乃至得祝佛说听闻佛法，入以妙宝摩真经所有善根转明镜，说。第五地菩萨就像那个妙宝，像妙宝那光明，像魔术真金那光亮，所有的善根到了第五地菩萨，越明越清净，智慧越大了。譬如星许在虚空，风力所持无损动，星许在空中，受这个风力所持的大地一切的山雪，没有动摇的时候。也没损害的时候，犹如莲花不如水，入世大事行于世。说在五地菩萨在世间度众生，像莲花受污泥而不染，那水中一样的。住此多座斗率王，能摧一道诸邪见。说第五菩萨多次现作斗率天的第四天的天王，能够摧伏一些邪见外道。所修诸善为佛智啊，所有利益众生修这善根呢，就为了成佛所起的世间的智慧殊胜，完了超出世间，为求佛智，愿得实力，佛的实力，得到佛的实力了，还是度众生。比佛修行大精进，时时供养千亿佛，能供养一千亿佛那么多，
得定动畅以复原，第五提菩萨以禅定为主，得的大定所起的智慧，大定所起的智慧在这个刹土里头演说，动是智，定动都是产生的智慧，说在这刹土当中利益众生，愿力所作过于是。第五的菩萨他愿力非常之大啊，能起入世的功能，入世第五难生的人中最上真实道啊，这那人中没法比了，是真实道，这是入世的法界离体。我以种种方面力为主佛祖的宣说讲，金刚藏菩萨对着谢托月菩萨说，说呀，我说第五地菩萨法门时候，以我所知的方便力，而外诸位佛祖众宣说，说给你大众这位佛祖今天法会的大众宣说的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，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，5039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5-666，012-001-205-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施动物。念药王菩萨，药上菩萨，慈灾除罪7000劫，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暨礼拜大悲忏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主法领众，日期2月18日星期六，时间上午9点，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，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，洽询电话07-221-2323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法会直播，请搜寻脸书“佛教中山书坊”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新春起见护国祈福法会，恭送大吉大乘十轮经，祈愿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众生安乐，与法自信。日期112年2月20日星期一至2月24日星期五，共5天。时间每日下午1点至4点，每天恭送十轮经两品，恭请常住法师领众。圆满日112年2月25日星期六，上午9点礼聘格西修法，下午1点释放焰口，恭请天成法师主法。欢迎四众弟子一起为世界、为台湾共同读诵祈福。法会地点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，地址：
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号至86之4，电话南投分会049-256-1321，草屯分会049-231-5999。法会期间，每天点灯、供水、护生、烟供，甘露施食，备有免费操健牌位，欢迎大众提写。江第一湾位于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石鼓镇，距丽江县城70公里，在前往香格里拉的路途上，汹涌的江水自西北而来，到了石鼓镇因山崖阻挡，便掉头急朝东北而去，形成一个平静无波的大湾流。沿着平稳的道路继续前行，到达著名的虎跳峡，就可以说是进入香格里拉境内。虎跳峡是世界著名峡谷之一，位于金沙江上游，两边分别是同样超过5000米高的玉龙雪山及哈巴雪山。曾有老虎把江中礁石当作跳板一跃而过金沙江，因而称为虎跳峡，水中礁石则名虎跳石。及山顶相差3790米，是中国大陆境内最深的峡谷。峡谷里一路呼啸而过，即便在水量不丰的干季，虎跳峡仍是让人感受到大自然气势磅礴的震撼力。